赛事。第一队出场的是中国文化大学，请出场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女生组，请准备。一开始就以口号开场，使用了彩球、标语、大声功。用口号开场搭配了一组电梯的技巧，并且在上面使用了口号牌做呼应。开场做了一个空包的派克，也实施了胸口阿拉贝斯技巧，下巴是直下的 cradle。两个新型跳跃，新型跳跃在跳跃动作内算是难度基础比较稍低的动作。一个女生实施了侧翻揽接后手翻，接下来立刻进入舞蹈的部分。舞蹈结束后立刻实施空抛偷踏取的动作。空抛偷踏取的动作呢，在空中最好能够让双脚踢到你自己的双手，然后空抛高度如果越高，柔软度越好，它的实施速度越快，就代表说这个。